后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啊又到呢个星期五啦，咁今日咧就系呢个即系耶稣受难日啦 ，Good Friday 啊，咁就即系公众假期，咁啊马后炮，咁啊同大家见面。咁啊上个礼拜啦，咁就即系揾阿波仔做嘉宾，咁我哋啊尝试咗做呢个视像嘅效果，咁啊都。即係翻嚟嘅反應都唔錯，咁當然啦，其實即係最好就當然就係可以佢喺度啦。咁但係如果佢喺度，咁我覺得都係嘅，就好似即係而家好多而家大家睇好多嗰啲即係節目咧，即啲電視節目又好嗰啲咧。咁如果揾個嘉賓嚟，都要坐九丈遠嘅啦，咁變咗都係唔係咁好。咁所以就即係試咗呢個效果，咁其實都唔錯嘅。咁啊，即係起碼呢段疫症時間，咁起碼就即係如果要揾嘉賓幫手嘅，咁唯有都係咁樣啦。咁即係話都盡量都唔希望即係要啲嘉賓咁即係冇感染嘅風險啦，因為佢出街，因為 suppose 大家都應該喺屋企啊。即係好似好多呼籲咁樣啦 ，stay the fuck home 啦嚇，咁啊喺屋企，咁啊就盡量就即係你，因為你每一次出外，咁你都係增加感染嘅風險嘅，因為你就算你冇事咁，你難保喺街裏面嘅人都係冇事咁，即係中咗咁就真係好冤枉，同埋亦都係即係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咁其實都好影響到呢度嘅，因為一。即係如果有人確診，咁即係 touch wood 啊，咁啊呢度都要呢度就即係醫例都要即係都要消毒啦，咁啊亦都要停14日啦，咁其實都好大鑊嘅，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啲做主持嘅，咁盡量都即係把關都小心啲啦，咁所以就即係枕住，就算話真係會做，好即係以呢個節目嚟計，咁都係如果就算揾嘉賓都會係一係就用上個禮拜同阿波仔嗰個形式，咁就視像。咁一係咧就即係電話咯嚇，咁但係電話就當然即係喺畫面上咁就可能會有啲嘢拿捏到，但係啱啱上個禮拜咁我哋用視像咁都叫做即係我哋啲片交條片俾阿波仔講，咁阿波仔又接到，咁亦都相差又唔係太遠，咁所以都即係都算係 OK 啦，即係不幸中之大幸啦嚇，咁啊咁所以就即係嚟緊都會係咁樣安排㗎啦，咁啊。即係希望就大家都係要注意啦，咁同埋就係即係能夠即係盡量就少出街啦。咁啊，即係食即係而家搞到咧，自己都日日都煮飯，都好大鑊。咁但係都冇辦法嚇。咁講翻今晚嘅節目啦。咁其實今晚咧，咁啊都係往常咁樣噶啦。咁第一，我哋呢一節咧都會講少少啲跟進翻少少啲過去即係啱啱個禮拜發生嘅一啲重要嘅馬事啦嚇。咁啊～咁啊，咁啊講一講，咁跟住之後嗰三節就會係講翻，即係啱啱過去嗰兩個賽日，即係禮拜日同埋禮拜三，即係有啲咩賽，即係捉執咗啲重點賽事，咁就同大家跟進下啦。因為其實今次都比上次都講多咗一場，因為啱啱上個禮拜日有兩場二級賽，咁我都想，因為出馬又唔係太多啦，嗰兩場馬咁變咗都可以即係快少少，咁可以講多場，咁變咗即係嚟緊即係禮拜日咧，咁我就會講多一場啊，四場馬，咁啊禮拜三嗰日就講三場咁樣啦，咁好啦，咁啊言歸正傳啦，咁其實今節咧就想其實同大家想交代幾樣嘢嘅，咁因為咧。就即係之前我喺呢個節目度，其實都講咗好多次。咁月尾即係4月8日咁嗰日過咗死線啦嚇。咁啊過咗個死線之後，咁啊跟住即係嚟緊有冇馬跑咧？咁其實嗱，上一次我應該係記得係兩個星期前咧，咁就即係都俾個大都話過俾大家聽，咁即係佢都係四日啦。咁其實而家睇到啱啱最新嘅公佈咧，咁馬會亦都係即係又係攞翻四，又係用四個賽日嚟做一個即係檢討。咁我相信咧，佢呢個做法都係回應翻即係呢個政府咧，即係嗰個14日嗰個停，即係某啲行業嘅停業令啊、關閉令啊、停業令同埋呢個聚眾令啊，即係四個人嗰個啦。咁所以佢就每四次每一次咧啱就每四個賽日四個賽日啱啱因為啱啱就講緊四個賽日就涉及兩個禮拜啊嘛，咁啊兩個禮拜咁樣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即係都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咁嚟緊
即係呢四次賽日，即係由呢個禮拜日開始，四月十二號開始，咁就至到去即係四月廿二號，咁係咩情況咧？嗱，咁啊，其實馬會又出咗篇新聞稿嘅，咁其實都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啦嚇。咁啊，呢篇新聞稿咧就係琴晚。即係喺昨晚的7:45，即係應該就啱啱咧，即係政府公布了嗰、那個即係第二，即係嗰個檢討針對住呢個武漢肺炎的檢討嘅之後咧，就再出呢個通告。咁就嗱，咁我都姑且都讀一讀，快快脆讀俾大家聽啦。咁就即係香港博馬會咧宣布已經獲政府准許，咁就喺符合若干條件的情況下咧。就可以在四月十二、十五、十九同埋廿二號就進行賽事。咁根據該等條件咧，就呢個馬會咧宣布上述四個賽日咧就有以下安排啦。咁其實咧，大家如果再睇一睇快，即係我再讀一讀啦。咁啊，即係徐練馬師、騎師相關職員及以及負責監察本馬會嘅董事之外咧，咁就只會容許已預先訂座並獲馬會核准嘅參賽馬匹嘅馬主進入馬場。咁任何咧。任何在呢個賽馬日前14日前就曾經去過外地的人士就不會獲許入場。咁在場人士在入場前就必須填寫健康申報表同埋接受體温檢查。咁亦都係咧喺場內就要佩戴口罩。咁亦都符合為咗符合政府定名啊。咁每個在馬匹亮相圈聚集的群組就每個不得多於4人的條件。咁呢個應該就係每一隻。出賽馬為計啊，即係每一個出賽馬嗰個喺個沙圈嗰度聚集咧，就唔可以多過4人。咁都講過啦，咁啊馬咁一個亮相圈咧，就只會容許每匹參賽馬咧就有一個指定馬主或者相關馬匹嘅練馬師、騎師同埋助理練馬師進入。咁馬匹亮相圈就實施特別措施，以確保馬匹亮相圈內每個人群間最少有1.5米的社交距離啦。咁呢個其實都講一講，其實同上一次嗰篇新聞稿係差不多的，都係咧，即係如果你數嗰四個人咧，咁就係直練馬師啦、副練馬師啦、騎師啦，就同埋嗰個馬主啦。咁如果嗰個馬主即係唔係個人馬主，咁就會係咧嗰個團，即係如果係用團體總有嘅，咁就會係嗰個賽馬團體嘅經理人啊，其中一個。咁然後咧就各場賽事後咧就暫停喺凱旋門為頭馬、馬匹及馬主拍照，咁即係冇頭馬上拉啦，呢個都係咁講啦。咁馬場內嘅餐飲設施營運將全面遵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就餐飲業務發出嘅各項要求，例如每張餐桌只會容納不多於4人同座，以及桌子之間最少有1.5米距離。其實這篇新聞稿呢，即除了上面第一段之外呢，其實下面那些條件呢基本上跟上一次呢都差不多的，我們可以比回上一次那篇給大家看看。上一次那篇，其實就上一次那篇是啦，這個其實就除了第一段，因為那段就叫做開場白，其實下面你現在看到下面其實就差不多跟之前的東西是一樣的。所以咧就即係基本上就而家嗰個馬會嘅安排就係話每一次賽日就要經即係政府要即係根據翻佢嗰個14日嗰個緊急命令啦，咁就相應就做出咁嘅安排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好清晰㗎啦，咁啊即係。繼續都係冇頭，都係冇觀眾入場啦，全面閉門啦。咁可以去翻頭先嗰篇第一篇啦嚇，咁就即係都係冇呢個觀眾啦。咁就即係記者，但係即係賽馬傳媒就依舊都可以入去啦。咁但係大家咧，如果有睇上個禮拜三，即係啱禮拜三個賽事咧，咁就其實都見到咧，而家即係嗰啲贏咗馬嗰啲騎練咧，咁其實都已經換咗個位置影相，因為冇頭馬上拉啦。咁變咗咧，就係話嗰啲即係攝，即係喺馬場工作嗰啲賽馬傳媒啲攝記啊嗰啲咧，其實就喺嗰個沙圈嘅外邊咧，咁就即係影翻嗰張即係勝即係贏馬嗰張相。咁所以都其實都反映到，即係我哋啲賽馬傳媒都其實都好，即係都好識執衫啦嚇。咁啊，即係因為都係。你都唔可以變咗就即係影嘅時候又隔翻遠少少，咁都其實都即係當然就冇頭馬拉，咁咪當然係差，即係都
都係美中不足，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即係你即係講真，而家有馬跑緊要定係拉頭馬緊要啊？即係如果你為咗拉頭馬，咁跟住即係或者有人確診咁，跟住咧就搞到個馬冇得跑，咁其實就真係乜都補唔翻，因為大家啲馬出啲馬冇馬跑，咁你養馬費都要照俾嘅咁啊，所以都係其實都即係而家咁樣，其實都係迫不得已或者迫於無奈，咁所以都係。即係都冇乜問題嘅，咁啊交代咗嗱，而家交咁啊，大家都明白啦。咁啊，下一次咧就變咗會係4月22號之後咧，咁就會再審視。咁應該就係話政府又係會又出嚟講兩個禮拜後，咁又會唔會又嚟多個14日咧？咁如果嚟多個14日，咁可能又會係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大家習慣啊，睇下呢篇新聞稿啦嚇。咁啊交代咗呢一度先啦。咁啊交代完呢度之後咧，咁啊其實跟住咧。即係同一時間啦，咁其實我哋喺呢個節目或者我喺我寫嘅文咧，都其實都講過噶啦，即係嚟緊四月尾嗰個女王杯，咁究竟又會係點安排咧？咁其實即係嗱，如果大家心水清嘅話咧，如果真係有外國馬嚟香，真係會真係，譬如話真係有外國馬嚟香港跑啦，當真係啦，嚇、啊！咁其實咧，你嗰、那個因為所有而家所有唔係香非，即係而家所有人入境香港。你都要係隔離14日啦，咁即係話，即係其實就因為較早前其實政府已經宣布咗禁止，即係啲外國人入境啊，咁啊即係經飛機入境，經飛機都冇得停啊，咁所以就好明顯就係話，即係已經其實都話咗俾大家聽，其實今個月尾嘅女王杯咧就變咗肯定就不會有外國馬啦，咁其實啱啱即係馬會亦都較早時間亦都宣布咗。即係嗰啲，即係嗰三場嘅國際賽，即係迷你國際賽啦。其實我都慣咗叫迷你國際賽，或者叫女王杯賽人，即係唔係好接受到佢叫咩冠軍賽馬人。咁啊，即係呢個賽馬日啦。咁其實嗰三場國際賽，咁亦都即係肯定係得變咗本土大戰啦。即係應咗我即係好早之前喺即係寫嗰啲文所講。咁其實都趁呢個機會呢一節咧，咁都同大家交代一下。即係呢三場嘅賽事，咁就即係會有啲咩馬跑，咁即係因為肯定都係本土大戰㗎啦。咁同埋就係話都比較多關注嘅就係話應屆即係啱啱嘅打比盟主，或者係即係四歲三冠王呢匹金槍60，咁究竟會係跑邊場呢？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早，如果喺呢個節目之前，大家可能有睇我哋老友記啊冼馬田嘅賽馬雜作。咁其實佢都已經交代，都有講過下呢一樣嘢，因為金槍六十最初即係跑完打比之後，咁其實即係不阿何澤瑤都自己講嘅話，呢只馬都係一理性能最好，咁諗住都係話跑完呢場，咁就唞，即係嗰場主，即係啱啱嗰兩場主，嗰兩個冇跑，咁就直接唞到去跑嗰日先出，就跑呢個冠軍一理賽，就諗住話即係可以冚呢只啊美麗傳承。咁點知就即係而家出翻嚟嗰個報名表咧，咁又變咗又唔同咯喎。咁我哋睇一睇，我哋而家先睇一睇咧，即係嗰幾場國際賽嗰啲陣容啦。嗱，咁而家熒光幕睇到呢一場咧，咁就係氣玉啦，咁就係女王杯啦。咁即係其實原本咧呢只原本咧即係啱舊年嘅盟主啊，即係嗰只勝得精彩咧，咁啊應該嚟跑呢一場嘅。咁即係本來喺杜拜跑完場，即係免税店。即係叫做杜拜草地大賽之後就跟住嚟香港，但係即係我都較早，即係好早之前都話俾大家聽啦。所有嗰啲喺杜拜就停留咗嗰啲日本馬，其實就全部係原機翻曬去日本，就冇一匹馬係嚟香港嘅。所以你見到呢度啦，咁就而家啦，咁咪睇到啦，咁啊，即係金槍六十咧就走咗嚟呢度啊，跑女王杯啊，咁就冚就時時精彩嗱。咁啊呢度咧，咁其實睇到咧，咁啊呂健威都有兩隻啦，咁啊苗禮德又有兩隻啦，咁就阿大魔就一匹啦，咁羅富全又兩匹啦，咁告東尼就最惡啦，就出三匹，咁啊再加埋阿沈集成嗰只幸福掌聲，咁啊時時精彩掛頭牌啦嚇，咁啊其實就即係上一場金杯咁就即係輸咗俾只馬克羅斯，咁啊嗱，馬克羅斯就即係新勝金杯，咁啊卷土重來。咁啊，另外喺阿羅富全嗰度，即係轉咗馬房，去咗告東尼嗰匹天滿意咧，即係舊年嘅打比盟主啦。
咁就擺咗喺呢度，咁就所以咧就即係告東尼就三隻高分馬就擺咗上嚟呢度啦。咁跟住就另外就羅富全啦，咁就兩隻啦，咁就即係前年嘅香港杯盟主歡樂之光，咁啊同埋只達隆區啊，咁達隆區其實上一場馬都跑得麻麻地嗰場一班，即係一陣間我哋講賽事都可以睇翻佢啦嚇，咁啊都跑得麻麻，跑得唔係咁好啦，咁就即係呢度就擺咗喺度，咁跟住咧就係、是、今年嘅打比啊頭兩名嚇、啊、金槍六十幸福掌聲，咁就擺咗喺度跑。咁另外就加埋只即係本佢喺杜拜遊咗個運翻嚟嘅烽煙四起啦，咁就即係因為其實都冇乜冇得揀之下，咁就走揀咗呢場二千跑，咁剩低嗰匹咧就係咧今季亦都表現幾好嘅呢匹龍鼓飛揚啦，即係今年都即係除咗金杯嗰場即係對手唔同，即係其實跟住都其實都跑得都唔錯嘅，咁啊所以交代咗啦，咁呢度咧就總共有十一匹就跑呢個女王杯啦，咁跟住睇下下一張啦。咁下一張咧就跑主席獎啦，咁啊其實主席獎就比較都係比較特別、比較出奇少少咧，就係咧舊年盟主啊嗰匹爭分奪秒咧就冇份喺度跑啊，咁就變咗掛頭牌咧就係有黃蝦王同埋即係榜底嘅中心勇士，咁啊兩隻一國際評分120分。咁都係有十一隻馬跑嘅呢度啊，咁跟住咧就大摩咧就除咗只中心勇士之外咧，咁啊另外就仲有隻常錦恩啦，咁常錦恩其實今季都即係一路都跑得碌近嘅啦，咁啊但係就即係未攞過級制，未即係未贏過啊一級賽，咁跟住咧就紅衣醒神、羅富全兩匹，逢衣醒神同埋日日精彩。咁頭先蔡若翰講咗啦，咁就因為冇咧爭分奪秒，但係其實佢都好搭馬嘅，都有三匹馬嚇，咁就係黃蝦王啦，咁就同埋只美麗滿載，咁另外就仲有隻翩翩，咁跟住姚本輝阿輝哥啦，阿輝哥就當然啦，啱啱即係禮拜日贏嗰只遨遊戰，陣間我哋都可以睇翻，陣間我哋都會睇翻嘅。咁遨遊戰士同埋只精輝咧，咁就擺咗喺呢度跑嚇。咁就再加埋文家良嘅仁者全心，咁就即係擺咗喺呢一度，咁就總共有十一匹馬。咁啊，另外仲有對唔住，仲漏咗匹，就咁就係之前蘇銘倫都嚟跑過嘅，試過都平過呢只馬嘅嗰只有你共賞。咁就呢只馬其實就曾經贏過黃蝦王㗎，咁其實之前即係跑呢、這個八周年紀念杯嗰次咧，咁其實蘇銘倫都騎呢只馬都騎得都有一段走勢嘅，咁啊今次真係冇咗，即係其實今次啲對手其實都係差唔多啦，咁變咗就即係到時都要睇下係咩人騎呢啲馬啦，咁啊十一匹，咁跟住睇埋嗰場冠軍一哩賽啦，我哋。嗱咁冠軍一哩賽啦，咁啊今呢匹今又係唔夠數嘅，都係得十二匹馬跑嘅啫。咁就即係金槍六十唔跑咗香港，跑咗呢個女王杯就唔跑呢場，咁變咗就美麗傳承就一枝獨秀啦。咁啊，即係應該都係佢喺香港嘅最後一場賽事嚟㗎啦。如果真係好似阿馬主咁講嘅話嚇，咁因為而家去唔去到日本都唔知啦嚇。咁但係呢一場都好大機，好有機會咧，就係、是。呢匹咁嘅過氣馬王嘅告別戰啦，咁跟住咧就跟住就大摩就獨出一隻啦，咁跟住咧就呢、這個告東尼咧咁就有一匹嘉應之星啦，咁啊其實上一場都拍得近，咁跟住就蔡若翰啦，咁就有隻夏威夷，咁夏威夷就啱啱上個禮拜就跑得麻麻地啦，咁我哋陣間都會講翻佢啦，咁羅富全就有三隻。精明才子、再遇歸來同埋進龍區，咁啊，偉達啦，嗱，偉達就真係第一，嗱，即係今季即係重練啊，咁啊，真係叫做第一次派馬跑一級賽啦，咁就擺一隻創意天才，咁啊喺呢一度跑啊，擺即係最底嗰只，咁跟住另外就係、是、呢、這個打比第三名啊，即係啊幸福笑容咧，咁就唔跑。二千咁就轉咗嚟跑呢場，咁就再加埋方家柏嘅川河專區啦，高柏生嘅大藤王啦，同埋呢個苗禮德嘅星洲司令，
咁就夾埋咧就十二隻馬跑呢、這、一個保險呢、這個冠軍一哩賽。咁啊，即係呢即係都其實都係㗎啦。呢三場馬，因為你冇外國馬，咁啊其實大部分嗰啲即係頂班嘅香港馬咧，都已經係即係傾巢而出啦。咁所以誒咧都係每場都唔夠數嘅。咁可以翻嚟啦。嗱，咁交代咗呢三場嘅賽事之後咧，咁呢節我哋就休息一陣先，到呢度為止。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咁就開始講翻啱啱過去嗰兩個賽日嘅賽事啦。轉頭見。